我们爱得很不容易，我们是否真的有缘无分？我曾想过放弃，可是我舍不得，也忘不掉。你低估了我在你心里的重量，你也低估了我当时对你的渴望和喜。我是为你回来的。既然你那么放不下，为什么当年对不起我？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 COO 靳总，在靳总的利益面前，任何人都是可以被舍弃的。原来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请不要再打我了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喜欢上我。你被这么多人保护的感觉肯定很好。说说。总有一天。说说。你会喜欢上我。你离远点。相信我。丁安，我们离婚吧。我问了你很多次关于这五年的故事，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提起过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等的人是你。原来既然我一定会追到你的，这次换我来追你，除非让我晚上能看到彩虹。时间只会往前不会倒退，过去了就过去，物是人非，时间是完全会改变一个人的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现在只想努力地去抓住，我确定了。月磊，月磊，真的就是一场意外，这是没有的，一定不见。再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消失。